Hello， 酱哥，今天我们来抽一波，抽一波。咱们要抽哪一个啊？试试看这个好了。哦，一球，一样的，怎么都这么的逊啊？哎呦，哇，带25巨齿鲨，也是音符，哎呦呀。一样的巨齿鲨 S36。哦，哇，皇家深红啊，哇，对哦，啊，我们来试试看上面的，这个，这把枪应该还好吧。HG40，试试看。哎呦，这是什么狂欢庆典呢？哇，蓝色的。哇，一样的东西啊，红龙啊。哇，两把红龙，不太扯。啊，斗气不好，来，我们改这个好了，或这个。我要自拍啊，自拍比较帅。什么？就这样？有，中了，碎了，哎呦喂，梦幻冰河，再来，哎呦，没有。糟了，再两次，无头骑士小刀，两把小刀，抽一抽，又是小刀，小刀很多啊，啊，黑桃扑克。哦，这次的抽宝还不错啊，抽到一个紫的，然后一个紫的表情，紫色的，哇，我们来升级一下，升级到满，不太多啊，这个第一等几乎是满的吧，这个，好酷哦，看看，看一下配件怎么配啊，它其实近战的红点吧。红点，然后它的，我觉得它射速很快的话，应该要加穿甲弹，穿甲弹 OK。然后，雷射瞄准镜精准度，我觉得这也要。然后再来就是距离吧，或者是快瞄，我想想看，应该是精准度。哇，子弹太多了吧？扩充啊，加上扩充，机动系再变85嘞。灭音器我觉得不需要 ，OK， 我们来决定一下好了。精准度，我觉得是应该是扩充弹夹，但射不完。来试试看小刀，我们小刀已经有这个，哇，小刀绝世音符啊，用不完啊。OK，
这次出了这个梦幻冰河地球，这好缤纷的颜色哎！哦，就它了，就它了。对，好哦，我们这次还有出这个黑桃扑克，看看。我没有钱升级它了啦，没办法升级，没关系啊。我看看它的装备，哦，棒啊！哎，巨齿鲨，S36，哇，不用花钱再买，安心抽到了。那什么特殊功能？弹夹容量很低的时候，加快换弹的速度。OK，在重生时稍微提高移动速度。这个呢，击杀敌人可以增加移动速度一段时间哦。连续击杀敌人后，会立即在弹夹中增加一些子弹，附带全场击杀公告。我太炫了！哦，我们的自拍动作当然要装备一下，换哪边啊？看看，嘿嘿，哦，帅，帅爆了啊！来抓我啊！攻守比战啊！嘿嘿，金鸡独立，神奇要什么？黑色幽默。好，我们的动作就要到这边了。